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师。那喜欢频道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 IG 跟 FB。好，我们要进行下一关，二十几幕。好，不管。然后我们是这边上一关已经拿到了霍林冰石，然后合到了千影幻玉。那千影幻玉呢，在跟血色璎珞是吗？对，血璎石水可以合到七色璎珞，可以进入好结局的重要道具。有玩过天气血都是知道这个。七色璎珞的重要，我是第二版的玄涛。哇，这里的景象又与之前大大不同。不愧是第一届游赌，不论风土景色，都与第一站大异其趣。俺把血锁链之事活了这么多年，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不可思议的光景。贫僧也有同感，修罗鬼界果然是真有其事，然而如今亲眼目睹，却又觉得如真似幻，仿佛是自己在做一场大梦一般。名幽玄幻，地界四海，这原非僧人所应见的景象。他们靠着火焰宝塔强闯，这许虽是大为天道诸离，但也是出于不得已。虽是如此，咱们也是为了阻止见邪，为天下苍生性命，财富地界，咱们师出有名。就算诸城众仙说咱们的不是，也管不了那么许多。不过我说子峰大姐啊，这里全是峭壁断崖，虽然看来壮观雄伟，但咱们一路来此，总不是来赏景撑起的吧？自然不是。各位可有看到远方那石阵与发光的金盘？见到了，那石阵的排列是与风有持有右脚的荒石种类似，但不知那水晶明镜是……那是前往地界核心玄海的天境法阵，在那里试用一顿之法，便可把站在天境上的大火都送到幻海的三荒明远。根据古籍的记载，赤渊渊就位于三荒明远的某处啊。我也听过三荒之源，听说那里是冰火共济，世上炙热与自寒的一所奇景，莫非神仙都藏在那里？正是。不过这天境法阵亦能聚炼灵气，现在是群妖所好之处，但我们要使用法阵得先打发盘踞于此的众多妖魔才行。总而言之，又得活动活动筋骨了，别的倒不容易，打架最是简单，咱们这都上吧。嗯，好，这边剧情还真薄弱。哦，这一关一样很简单，就是打敌人而已，没什么。然后这边有一个道具要拿，叫青龙套装啊，这个也和很好的道具。然后还有鱼龙珠要拿，青龙套装也一定要拿，鱼龙珠、玉女灵秀都要拿。好，就这样，我们这边赶快把它打过去。Go go！ 好，先把那个硬件品的。啊，一件品已经换紫金剑 ，OK，OK， 可以，可以，在这里。哦，现在我高皇有够高了吗？271，还不够啊，还算蛮低的。哎，还可以啦，应该还可以，应该不会死，不容易死的。不过我怕，我还是先放到那好了。站在这里，要不要站右边？you
岁啊，一击必杀。啊，才40哦，这金子太低了吧？啊，敌人都不动，糟糕！好像韩金秀只要暴击就可以打死了。对，所以我们还是不要轻举妄动，会很痛。下回当然先去上左边好了。欸，我有地狱之阵的吗？有欸，我应该开地狱之阵哦。欸，不行，我开地狱之阵被打的血量会偏低，这样子我补血赚的经验值就变少了。不要不要，在这里小心死的万年船，因为我懒得独挡，这样应该可以吧。OK， 小上方远距器，好，一次学天地无间的方法。OK， 好，应该也是可以练板，但就是要花时间的。看我一爪抓死你！啊，他已经20滴了。58风寒月三光源，三光源在这里。OK， 就这样。风寒月补龙攻击吗？不要。给凤凰月站这里好了，让他打，让他被打一次，其他人赶快往前走，先取虚气。OK， 然后打下后腰，我靠，拜拜。挑最强的人打，呵呵，我也没办法。OK， 啊，那个杨之镇跑出来的画面真慢，像那个手游跑出来的画面超快啊。看一下哦，现在有损血的哪几个？仙女超嘛，仙女超而已哦。OK， 那就先补仙女超吧。我之前打200块，有一次也是练超认真的，是有靠自己打赢他啦，打赢200块，有够难打的。那时候打会吐血的，而且那个打200块的时候走位都超重要的。好痛！现在经验值已经很少了，40几而已，怎么那么少啊？我好痛！哎，那个花不要动啊！应该不会吧？哦，这边没花，太好了。啊，有花！哦，还好还没动。OK， 我这边给燕明总补血，他会拿到经验值多吗？试试看。
还可以。然后这一关要先让那个谁，风寒月啦，让他多增加一点经验值，因为下一关之后，这一关之后风寒月就不会出场两个关卡了，先让他多升一点经验。这里的话，可以占这个位置。那这个位置要给谁占呢？要给我们的超哥，超哥来扛，你扛得住吗？我觉得给叶明龙扛比较好吧。我们再忍耐一回合，不要冲动，被打应该被打死了，很危险。谢谢。OK， 到这里。好，然后给风寒月换法术，烈火。哦，会怕火嘛？哈，都怕火，很好。啊，只打两只。啊，怕冰吗？冰好像不太怕，只是冰可以打到四只，好像用冰的很好了。啊，冰冻，这样效益好像不太高哈。我们再来独挡一次，用天火之术好了。就这样，好，才195啊！对他冰杠，我刚才看到，可是这样好像也不太好啊。不然再休息一回合了。然后给叶明龙去扛。OK， 韩千秀应该打到上面那一只吧？可以，我打死了，太棒了！然后正义坐车。下午也休息吧。73仙女超续期，好，就这样。应该一集就死了吧？没错，那经验值应该也不高啊。这边给叶明龙打下去浪费哦。好，继续走吧。OK， 就这样，放一个五雷阵法吧。水，好。那我们收尾呢，就给我们的风寒月吧。他应该是怕冰嘛，没错哈。也不是很怕雷哦，冰应该可以打死他吧，试试看。
什么？打不死？太烂了吧！351怕滑哦，对啦，忘记了。Sorry。这个位置刚好可以。那紫峰。他有神明不要血。寒剑秀没有补到血，没关系，寒剑秀先往上走。这里，就走这里，这个位置。啊，不对，我应该先放挡风的。算了，待会再放好了。这凤凰线戳死他吗？好像戳不死欸。啊，这样可以了，这样可以打死他了。哎，有宝箱，都忘记有一个宝箱。好，这个时候又兵法之阵111滴，应该可以打死他。Nice。244寒剑秀稳一点点，走这里好了。OK， 哦，被打还是蛮痛的。其实这边可以练功了，可以小练功一下。哇，被挡住！哦，好痛哦，还是很痛，还是很痛。那下回不能再动了，要把这几只打死了。欸，我想想，给仙女超站前面好了。嗯，打这里。然后寒仙秀走这了，我想说那寒仙秀补血的，我刚好可以打到。去走这好了，应该是不会被打死吧。好，强忍刚跟上。好，这边给上官员打。经验值还是很低，然后给烟明龙帮忙补血。OK， 好，就这样。129，还行。还剩下12345五个宝物。凝血超好用的，虽然攻击力不太高，防御力也不太高，但那个
闪避率实在太高了，一般人想打中他真的很难。你的法术打不太到他，哦，夏侯仪又被打，又重伤了。OK。OK， 好。嗯，这样领取没关系，领取不用，这样就好了。打这只。硬件品的话，就帮忙补个鞋吧。领取我补鞋的话，只有用在那个拯救天玄门弟子那一关有用到，要不然通常不会让领取补鞋，会抢人家经验值啊。想一下啊。好，陈南，这个的话，三关你走过去有点危险呢，根本像怕韩天秀被打爆。这个你要先打掉，这样子好了。分天掌 ，Holy Key。我靠呀！被挡住，鸡掰的！哦哟，很烦。那这一走就好了。哎，我放个法术，命魂大发，看会不会被打死？不行，他不怕命。嗯，那不行了，只能这样啊。就这样，这样，好。我也觉得分裂转很容易被挡，对，每次分裂转没打到，然后又重新读档，真的很烦。我不知道什么，因为他命中几率太低了。不要啊，终于不要死啊！千万不要死啊！不要死啊！不要！还好还好。哦，是这样子哦，这我倒没注意耶。212 3D， 哦，好痛哦。OK， 嗯，给声音打好了。啊，还是打不死啊。那我们再撑一个回合好了。三光源打前面这只，OK， 好，右边有个宝物，右上角有个宝物，左边有两个，先去左边好了，让我的灵血来挡大家的攻击。蓝千秀60的剑超59，那打这里差5T。
电子好高哦，怎么高？有这样挡住吗？试试看，应该挡住吧。可以啊，应该挡得住。可以的。不是。但我也觉得不会打邻居，邻居走到那边跟我浪费了。那我们是专攻夏侯羽跟上官远的，这边这两个的防御最低吗？哦，五雷阵法，哇，挡得住吗？好，挡住了。上官羽现在打敌人经验值超级少了，好像大家打敌人经验都很少，很奇怪。好，我们来放个法，不用放法术，哎呀，再放一下好了，不要走过去，走过去太危险了。OK。59。在这里，好，补血。这个游戏就是这样玩的，加上经验值还升得快，185，可以。然后叶明龙的话嘛，叶明龙不要打好了，因为他现在打没什么经验值。领取蓄个气，不要让他攻击。韩千秀嘛，走这里好了。所以啊，轻松。是这样子吗？这我倒不知道，没有特别注意查这个。敌人是不是走下来了？哦，还好没事，撑下来了。所以啦，啊，一直没打死。仙女超要补，死风要补，寒星秀不用，寒星秀不用嘛，所以是这样子好了。OK。
57超烂。369368，然后鸣龙，前面说还有宝箱，哦，这边有一个，那先干掉这只好了。27，这也太低了吧！鬼火就会先留着，留下好了。那丢一个雷系法术好了。OK， 上官已休息好了。领取走到左边有几个？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。先拿这个好了。这应该是巨猿伞吧？在巨猿伞，好，好，直接把它解决吧。右边鬼火是不是要先打掉啊？那鬼族有点多。那算了，应该不用。因为没能把这次干掉了。领取去右上角拿宝物。右上角这边有一个。我那边不能飞过去哦，哇，失算，其他人不要动，就这样。一只都没打到，你也太烂了吧！好，两只，然后两只。OK， 好吧，那就给三官员收吧。81。这凤凰月应该也要被补一下的，那就用紫龙补吧。OK， 好，剩下的都续气。我一直以为 SLG 是像天地劫这样才叫 SLG， 那模拟游戏也算了。等等，我会被拉死，好像会哦。确认超会挂，还好没事。SRPG， 哎呀！对啦，应该 S 吧 ，S。哇，我凤凰月没练到什么等呢。所以仙女超可以被打三次，应该是没问题的。
对吧？靠腰有问题。那怎么位置怎么站比较好呢？是不是站这样？它的范围是这样子吗？好，所以硬件屏往上面站一点点，站这里，往上站这里，完美，这个完美啊！我先用反面支撑好了，有需要反面支撑吗？哦，用一下好了。这样的战法是最完美的时候了，等一下再补上夜明龙，完美中的完美。看来可以撩65等不是问题哦。学习这个游戏就是这样玩的，这个游戏捕食的经验值是最高的，绝对不是什么物理攻击。但他们放的法术还是会偏掉啊，有这个有放准。好了，左右开弓啦。这样够吗？应该是不会被打死啊。好，这样。主要是先让硬件屏先提高经验值再说。哦，才181。OK，Nice。好，把握尾拳拿到了，现在就是练功时候了。休息。洗经验，洗经验，洗起来。哦，224，嗯。然后神器流转，补这里。Nice，Nice。OK。他们快干了吧？哇，这样子练等级有真弄得很累啊！那修改器是很轻松吗？其实这种障碍功力算很简单的，而且防具那些不用充装备，我觉得这边都很单纯，你只要收集道具就好了。那手游没办法。好，终于练完了，累死人了。这关就是练功大对战，好，结束。哦，累死了，练劲平练到65等。都要重置上市，真的假的？现在知道有重置吗？不可能吧，汉唐的人、欸、有这种事？付出代价就是你们一起陪我等到12点了。哎、欸。可以打夜明龙，那、啊、算了，好了，就这样。大伙都站定了吗？我就是开始实施一顿之法，先到御法，神以天象八方，
流转魂躯，同生天舞腾挪。好，剧情就这么一段话，莫名其妙。喜欢我频道，记得按下我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 IG 跟 FB 还有 Twitch。那喜欢这款游戏，欢迎在底下留言一起讨论。那周天一节手游如果上市的话，到时也一定会玩，然后开个公会啊，就这样子啊。好，谢谢大家这里收看，拜拜。